气候就要改改，否则下趟侬跟啥人在过？阿拉娘家都离婚了，同侬得啥个？你这侬不要管了。甚至你是同侬姓啊？侬啊，真啊，一眼拎不清。说好了八点吗？这都十一点多了。你别多想啊，我刚刚就是去做了个头发，化了个妆。每次都是我等你，今天最后一次了，跑我三个小时不过分吧？结婚才三年多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的？要不用回口舌了，我们离。你们有孩子吗？没有。财产是怎么分割的？我不会开车，车归他；房子是他们单位集资房，也归他。存款有多少？30多万吧。那你留点生活费，剩下归我吧。你同意这个分割方案吗？财产和房子一人一半吧。好。拿这份财产分割协议到那边把刚才你们说的再重新填一遍。你真愿意把房子分我一半？结婚成本比别人都高了，老婆，说明这地方以后咱们不能再来了。上车，回见。我想你是我最好的另一半，世界如何？上车吧，我送你。你是唯一答案，体会我的快乐。梳妆台归我，这杯子咱俩都喜欢，那就一人两个吧。这冰箱归你，这饮水机是你们单位发的，归你。洗衣机你要吗？那归我啦。吹风机归我啦。这扫地机器人你要吗？给你了。音箱归你，电视机归你，你要看新闻。 iPad 我拿了，因为我要追剧。还有这些招财猫，你要猫还是要里边的钱？
都归你吧，小琴，你能坐下来吗？咱俩说说房子的事儿。那房本上本来也没我的名字，你要是后悔了，我也不勉强。买房子的时候。 首付是我交的，但是后来每个月的月供你也出了，这房子理应有你的一半。就是购房合同上写了，房本要明年年底才能下来，你看怎么办？算了吧，本来也是你婚前买的，我大不了回我爸妈家呗。咱俩就这么把婚离了，你妈能容你回去吗？ 这样吧，等房本下来，把房子卖了，然后咱俩再分钱。我没想过你会把房子分我一半。我说了，这房子理应有你的一半，也就当是孩子这事儿。 给你的精神补偿吧。做了这么大一手术，身体再落下毛病以后，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？这两天我不回来住了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房子搬出去的。你有空就把我的东西理出来，我回头自己过来打包。 小琴，哎，昨天这日子没轮上我们，今天为我们的小寿星安排一个闺蜜温泉庆祝下。哎呦，今天打扮的还挺精致的啊！你们俩怎么出门一晚上都要带个箱子啊？生日过完，想变精致啊？走吧。 小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都7月了，半年都过去了。小琴巨蟹，你狮子，我天秤，下半年就要接棒迎接30岁了。是啊，你看他哪像30的人啊？就是啊。哎，小琴，你是怎么长的呀？ 怎么长得那么显小？那我告诉你，他有秘籍，真的。他从小的时候就爱吃方便面，一直吃到现在，所以防腐啊。<笑>我会在这里，直到某个霹雳弹起，陪着你。 就是越过越糟心，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。我们离婚吧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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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哟，妈。陈爷，吃了吗？没呢。猜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？什么呀？你们最爱吃的燕多鲜。哦。哎，小琴呢？他跟朋友去泡温泉了。那你赶紧吃吧，待会儿凉了啊。哎。你去拿碗。哎。再拿一个大的汤勺。好。哎呀，这俗话说，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，他不回家，你说我今天给他把汤送过来，也见不着他人。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不过我怎么从昨天开始给他打电话，就联系不上他呢？哦，他手机摔坏了。是吗？啊，这年头啊，你什么东西没有可以，没有手机就太不方便了。我明天就给他买个新的去。陈宇，你真好。你知道吗？我逢人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小青啊，替我找了一个好女婿。来，喝喝喝。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喝。不过，陈宇，这个有件事儿呢，一直憋在妈妈心里好久了。我想今天正好小青不在。得认真跟你说一下。啊，您说。你看我们小琴也三十了，你是不是该送她一个像样的礼物呢？啊。这个房子的产权证明年应该下来了吧？我跟他爸一致认为，应该在上面写上我们小琴的名字才最好。你觉得呢？是的。天上啊。啊，天上。哎呦，陈宇，正好，来，喝喝喝。生日快乐，亲爱的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，小琴。谢谢。本来还觉得三十岁特别遥远呢，嗯，没想着过着过着就真的三十了。小琴，嗯，你昨天许了什么愿呀？我就是好奇啊，你说女人一过了三十，她想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呀？其实也没有，好多事儿早晚都会发生的，跟过没过三十没关系。也没许什么愿。没许愿啊？啊。顾佳，嗯，下一个就你过生日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嗯，我就希望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吧。你还缺安全感啊？你都快住进保险库了。你看，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还有个可爱的要命的儿子，就算是全职太太呢，你们两个的事业也是共同打拼的呀。哦，还住在最好的小区，你这么说是不是太气人了？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还欠着好大一笔贷款呢，而且现在抵押给银行，借款给公司。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公司的特殊性，可能你们没有感觉，就像是每天坐在火药桶上。不说我了，说你吧，曼妮，你也快到三十岁了，许什么愿？我肯定就是想留在上海，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。嗯。你们说，如果我不留在上海的话，我有没有机会去香港啊？完了你，你要跟人跑了？去香港就是晋升呀。那不只是地理位置上拉近了，我觉得我跟梁振贤的差距。也没有那么大了，你搞没搞清楚？裴诗妹到底有没有别的女人？她说她是单身，我就愿意相信。还是那句话，在感情当中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。我支持你，曼妮。有些时候，留在原地，肉眼可见的不能变好；离开了，至少有一半的机会，可能会更坏。但也可能会更好。哎呦，钟小琴，你这过了三十岁，说话都变得有哲理了。你这一过了三十岁，怎么就变得深沉了啦？我离婚了，今天早上去办的，离婚证还热乎着呢。三十岁第一天啊，是
是不是激素作祟啊？冲动了？事办的是冲动，但日子也是真的过够了。你们两个也真是闷声办大事。可能从孩子没了我就动过这念头吧。难得，陈宇也痛快，估计他也早有这个心思了吧。大家都过够了，所以就都痛快啊。说起来也挺奇怪的，之前一直过不去孩子的坎儿，敲离婚章的那一刻，我一下就释然了。还好我们没有孩子，都不容隐忍着在婚姻里面彼此到老啊。干嘛愁眉苦脸的？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，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。为我高兴吧！哎呀，干嘛呢？来，小心我为你高兴。小心为你高兴。死人了吗？几个？你跟小瑞联系了吗？我没跟他联系，下飞机就直奔你这来。我想还是咱俩一起上去吧。许先生、许太太来了。阿姨。阿姨，小瑞呢？在楼上呢。啊，我们先上去。好。小瑞，两个工人，警察连夜就把沈杰带走了，说要第一时间控制法人。那现在就剩下小孩子跟我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我哪里知道怎么办？你先别着急，要不要找个律师了解一下情况？啊，你们有没有熟悉的律师？我哪里知道呀？我都不过问这件事情的呀，我就把孩子看好，我都忙不过来了，我哪里知道？你别着急，小瑞，我让幻山跟你联系吧。啊，好像心悸了。每次过年，人家别人一见面都是说过年好。就我们做烟花行业的，人家一见面先问你还平安吗？
我们家今年是团圆不了了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先想想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。我已经订好机票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带着小孩子去悉尼。你打算走？多亏我一直坚持，咱没有把房子换成更大的，攒下来的钱，以我妈的名义在澳洲买了套房。沈杰以前就说，出事你就带着孩子走，能保住多少算多少。要是真的要赔钱，这套房子就足够了。卡里的钱是给沈杰他爸爸的，老头子现在还在外面旅游呢，也不知道家里出事情了。幻山，你是沈杰最好的哥们吗？他爸爸就拜托给你了，也只能拜托给你了。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大单，稳了吗？基本没啥问题了，都是签合同前的常规走流程了。我还想呢，把我那房子抵押了，贷款给你。万一你要是凉了，我还能砍你一手。沈总，你想怎么砍呀？让你去我那儿，直接入职烟花设计师。怎么说炸就炸了呢？烟花公司就跟烟花一样，看着特别绚烂，只要炸了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沈杰的公司会出事。老公，你今天有没有看清楚？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。我之前想开甜品店，去太太圈挖掘新的资源，就是想把咱们家的路铺得实一点。与其每天担心出事儿，不如把前路走着。老婆，之前一直不理解你混太太圈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我回去以后赶紧订两张机票，飞去厂里，好好检查一遍才能放心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四个二和两个王都给你飞出去了。哎，飞了，飞了。哎，你说到底搬过来没有啊？我这怎么老是也见不着？明天开始就好好上班了。那要不要我给你安排车呢？好，那你给我便宜点啊。那必须的，那咱先加个微信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小区特别好，什么奶茶群、早点群、买菜群，什么都能拼啊，最适合像咱们这些飘住了。那咱先加一个。好，我扫您啊。那这个生活上节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，这就是咱们这个城乡结合区的一个优势，保证你住惯了，哪儿都不想去了。那我到时候给你发微信。啊，行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有事吱一声啊！人声鼎沸的嘈杂外环，和之前市中心的感觉截然不同。但真正住下来，很快也就适应了。早，早，小琴。早，早。嗯。你有个唯品会的快递哦，放这儿了。哎，小玲，凤凰来了，快来看。
哦呦，你这个生日过的呢，礼物倒不停的。谁给你买的？是礼物，我自己买的。这么多衣服啊！哎，日子不过了。打折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回头把链接发给你。好好好。对了，我在那个温泉酒店给大家带的手工皂。哇，还有礼物呀！哎，这么好的。快来快来。来了。哎呀，谢谢小谢谢小青，不谢。好香啊！快去，给你。谢了。你今儿怎么了？啊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平时上班不会涂这么艳的口红，也不会画这么长的眼线。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娘啊！化妆你也研究？不好看，你不适合化浓妆。我画我都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对一个女人的外貌和装扮评头论足，是最没品的男人。你把我当男人？再也不说了。中午，中午请大家吃饭，挑贵的选啊！哦，谢谢青姐，谢谢。太高级了。有烟吗？算了，问了也白问，又不抽烟。火呢？递烟不递火，缺德。哎，干嘛不学好买烟抽啊？不理我拉倒，自个儿找饭辙去。哎。今天我请你吃个饭。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，还点这一桌子好菜。天寿星座，这顿饭几个意思？我怎么感觉是吃饱了好上路啊？我进去的时候你干嘛了？你不会想着什么法子收拾我？我不混账啊！你吃你的吧，我就是闲的。哎，我嫂子呢？她怎么没来接我？真当自己有功了是吧？要不我弄个白菜大酱。我这不是为了特地感谢她吗？我罚款都是我嫂子亲自给我交上去的。赶上人家生日，还去拘留所出眉头，我心里也挺不落人的。他生日那天，去给你交的罚款。他没跟你说啊？哎，我嫂子是个脾气好的，谁家摊上我这么个弟弟，估计媳妇儿都不乐意。冲我这嫂子，我自罚三杯。
们回来啦？小琴回来了。哦，你们在打麻将呢？啊，对呀，今天我们同学来，我们得打麻将了，还不赶紧打招呼啊？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哟，你看你回来你不说，我也没给你准备饭。反正妈妈今天赢了，要不你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啦？你快去吧。没事，我吃过了，你们吃你们吃，慢慢玩啊。哎，小琴，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哎，我要说什么事儿来着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小琴，来来来，过来坐，过来坐。好呀好。好久不见你了，今天那个时候还高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唱 KTV 呢。啊。一转眼都这么大，都嫁人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哎，我最听不得的就是什么嫁人呐、啊、嫁人的。我女儿啊，要比小琴大2岁多嘞。哎呦，到现在啊还没有男朋友，愁死我了。我们小琴啊可争气了，不用我操心。我那个女婿特别优秀，在电视台工作，一表人才，是吧？你那是老同学啊，记得给我女儿多介绍介绍。你们慢慢打，我去换个鞋啊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坐下来。是这样，你们刚才不是说有很多社会问题吗？嗯。哎，我女婿啊，正好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，要不然你们说出来，你去拿个小本子，我记下来。我们陈宇他正出差呢，小琴这几天在我这儿住。哎，等陈宇回来，我就让小琴告诉他，让我女婿帮你们呼吁呼吁。哎呀，电视台新闻部哎，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区的停车问题首先要解决的。哎，还有那个小摊小贩啊，整天到弄堂里来，哎呦，烦也烦死了。对呀，一个早晨啊就叫啊叫，叫的人都没法睡觉哦。小贩就不要进来了，社区里面的安全。我的膝盖也坏了，我的膝盖也坏了。那个口岸没人管，哪有时间？不是明天才到上海吗？想你，改期了，还很想念你做的番茄炒蛋，你在家里做给我吃好不好？我刚搬完家，还没有收拾好呢，下次吧。没关系啊，我想看看我喜欢的女人住的地方，你家怎么样我都喜欢。好吧好吧。你在哪里啊？看到你了，在你后面呢。郑琴，为什么住那么远的小区啊？没办法，房租涨得那么慢。妹子，刘师傅，我给你发微信呢。是这样的，我给你找了一辆新车，回头呢，我把司机的这个电话号码还有这个车牌号一并都给你发过去。新车靠不靠谱啊？这个车呢，虽然是新车，但是这个人靠谱，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得嘞，回见啊！小心点。刚才那个叫不叫黑车司机啊？不是，算是互助拼车吧。互助拼车？啊，就是你们那儿的 Uber。Uber。嗯，只不过呢是几个顺路的人拼一辆。不会不方便吗？
所以有人统一调度安排呀，时间地点凑一凑，互相再迁就一下，也就还好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优势。哎，你知道刚才那个大哥管这个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抱团取暖。饿了吗？饿。这边。你们住了几户人家？啊，这一层大概六户吧。六户啊。啊。来，进来。哎，你先随便坐啊。哇。当当当当。很想念这道菜呀。在船上的时候呢，条件有限，这个才是最正宗的。来，尝尝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等着。礼物？很好吃啊。当然啦。就是这个。希望你能够喜欢。送男朋友啊？我觉得还是送钱包比较好。钱包可以带，可以不带啊。这个箱子上可以写字吗？那你干嘛要送梁正贤一个旅行箱啊？这还要在上面刻字？曼妮啊，嘴上说相信梁正贤身边没人，其实心里还是蛮在乎的。梁正贤整天飞来飞去的。他要是敢提这个旅行箱，上面还刻着字，那肯定证明身边没人啊。这招厉害，不过这箱子也太贵了，买了之后又要一个月不吃不喝的还卡债，这也太累了。那我就要这个了。瓦努阿图。那里不是我们生死之交的地方吗？就当作是个纪念吧。太好了，拿着这个箱子，我就可以跟别人说起我们惊险的故事，还可以说得很自然。就是它太贵重了。谢谢。只要你每次来的时候都能用它，就一点都不贵。谢谢。那赶紧吃吧。好啊。番茄炒蛋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凉了吗？没有啊。那让我帮你租个房子吧。你不会觉得？我给你买个箱子，就是为了让你给我租个房子吧？当然不是啊。而且这间房子也很好啊，就是离你工作地方太远了，我不能总在上海啊。你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会很担心的。我也不想你跟别人做什么拼车啊。谢谢，不过不用了。我都是你的，就是租一间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我住在这里挺好的，以后你每次来上海，我可以陪你住酒店的。OK， 我明白，这事情我以后不提了。Cheers。Cheers。
经很用力地去体会这座城市隐藏的漆黑，去向时间示威，去看寂寞插队，闭着眼睛找一个座位。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，可又有谁懂我的狼狈？心有勇气支配，没勇气愧对，看自己的傻进无言以对。别气馁，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卑微还是继续飞。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，眼下的泪和声音都醉。我是我的堡垒，没人能摧毁，爱会是我最体面。